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看梅西对神户的比赛。我是一个 C 罗的粉丝，但是不妨碍我来看梅西的比赛。喜欢 C 罗，但我也不黑梅西。然后梅西也是很优秀的球员，所以今天我也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来看梅西的比赛了。我是梅西的粉丝，然后喜欢梅西已经十几年了。这个是我们雷索鲁的围巾，今天特意带过来，一起加油，耶！这个栏杆的角，它是一个富士山的设计。作为一个老巴萨粉，今天还是很开心，因为不仅可以看到梅西，还可以看到布斯克茨，还有苏亚雷斯，还有阿尔巴。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场，我们非常的期待，因为是友谊赛嘛，我们也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，就是能看见他们就会很开心了。希望加油。今天迈阿密的对手是神户，神户是上个赛季接连赛的冠军。虽然我们今天是为了梅西来看这场比赛，但是我也希望神户能踢得精彩一点。我预测一下，我觉得今天神户可能会取得胜利。你预测一下比分吗？预测比分3-2。
Thank you.
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5, Ryan Zahner. Okay.